大家好，我是佐野姑，欢迎来到我的暗世界。生命就是首孤独的悲歌，何不跟我来场游戏，一起放松一下？今天又来到我们机甲竞技场，受到明森的邀约，跟红月一起来一场无敌。红月做过网子保护一下大家，然后明森在前面。这个时候呢，这可能热墙是对战上有点可以调整一下位置啊，不要彼此打住彼此啊。哎，补几刀。哎，都没死，明森给你捡一个，两个，干得好。OK， 这个游戏对我来说呢，这个地图对我来说呢，我最喜欢点就是现在这个。旁边有根柱，可以帮我挡住攻击。当敌人到中间的时候呢，像这样可以用光碟来一下区域范围的攻击，可以收到不错的效果。集体攻击有的时候一下就是三四杀。然后呢，当敌人在对面的时候，可以对着那个盾牌，靠着爆炸范围呢，也是可以收到不错的成效。两啊。有，对面有人。通常呢，看到你这样子一直打，别人就会从左道过来准备打你。那虎豹就直接丢个网，就不在乎对方有没有打到你。我还可以趁机看一下大家的状况。基本上虎豹网子呢，对于平面的攻击来说是无敌，只要不要有上方的东西过来。好，哇，又做了人头给明森了，干得好，明森。其实呢，捡人就抢人头什么的、啊，对我来说其实还好，因为我如果解决不掉对方，对方基本上就越靠越近，然后在我回击，在我填充子弹的过程中，如果被对方打的话，真的就很不划算。所以如果我干掉的话，我还请我的队友帮他把他解决掉。3, 2, 1, go！ 因为对我来说呢，抢人头不如一起合作胜利。哎，21杀，不错不错 ，good job。三个，通常在进到游戏之后，大家会互赞一下，表示我们都还有在玩，没问题。然后大家就会，哎、欸，对面就有人等我，这东西很好看。有人用光碟助攻，是明森的，干得好。明森他现在站那个点的好处呢，就是在游戏一开始不用什么动作，可以立刻站到攻击位，有没有？大家站到制高点压制全场，不像我还有一个骑手是要站到柱子后面这边来等。所以很快他就已经进入状态，然后不停了，中，有。但是我这个点的好处呢，就是当对方都在中间的时候，我可以对集体造成很大的杀伤力，像这样，杀不掉了就让他们捡，让自己的队友捡，然后丢个网，对方打不到状况下，就可以再集体收人头，我痛。这一只的光线怎么那么小？对面有歼灭者，这个很麻烦，不要太靠近，放个网子让他的速度慢下来，然后边打边后退。他只要一靠到一定范围，他就会冲过来，那冲撞击力很强，常常都被歼灭者撞死。对面有人捡枪，哎，有人收到，呜、哦，血红，不止失地啊。没关系，躲一下，网子出来，用网子挡一下，上，收一颗，两颗，干得好，你先捡一下，怎么被有谁 ？DWS 啊，怎么又被他捡走？今天做好多人都给他，没关系，好，补几刀，哎呦，躲一下啊！晚节不保，最后一下被人家干掉，没关系，还是20杀，不错不错，看一下成绩，金牌啊！感谢明森给了13个人头给我，做了13个人头给我，干得好。不过这游戏就是这样，有好队友的时候，你做人头给他，他做人头给你，彼此彼此互相一下，最重要就是能够游戏得胜，不影响胜利。好啦。那基本上这就是今天的竞技场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希望明天还有更精彩的内容，拜了个拜。